各位陪着我们两天的观众，大家好！2018台中市全国慢速垒球经典邀请赛，我们来到了冠军战。我们先插播一下刚刚在乙球场四强赛的最后精彩画面。五局下半9-9平手的时候，夏绿蒂的背号71号孙哲伟挤出了右半边的一个再见安打，逼退的大联盟。这场比赛由高雄的上进汽车面对高雄的夏绿蒂，是一场高雄市的内斗。我本来以为打了10年，终于有一场冠军战可以不用看到亨达跟夏绿蒂，结果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有夏绿蒂，还是有其中一队。重点是一样，冠军战下雨了。这一场比赛由上进汽车先攻，夏绿蒂先守。现在先帮你们介绍一下上进汽车的先发打序。第一棒背号33号的曾宏杰，第二棒背号58号的谢家贤，第三棒背号53号的王福山，第四棒背号9号的杨志伟，第五棒背号27号的简明松，第六棒背号36号的许仁芳，第七棒背号21号的林宏勋，第八棒背号2号的明伟宏，九棒背号35号的吴廷俊，第十棒是背号26号的汤浩成。因为夏绿蒂在乙球场刚刚过来，所以他的那个攻守名单目前还没有上来，但是看画面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先发投手就是韦若凡。在第十届的经典赛冠军赛，在投手投出第一球后正式开始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其实左半边方向的安打，其实二垒安打。感觉今年的经典赛不管在哪一个区间都有地热哈，又很烫。其实八强赛开始，上进汽车的打击火力就一直很凶猛。刚刚在四强赛结束的时候访问了亨达的先发投手陈俊伦，他说下里那个上进汽车的打线真的是太恐怖了。现在轮到第二棒的谢家贤，这球是个好球。今天谢家贤也有一支在推向左半边的一个全垒打，仔细的选球。OK， 这一球打击出去，右半边是个飞球，右外手接杀出局。强劲的平飞球，右外野手守得很边线，顺利的把这个球接杀出去。二垒的跑者也顺势跑向三垒。上进汽车目前上场打击的是我们的王先拜王叔叔，然后53号王福山。王福山，再说一次，他就是王振堂的爸爸。FB 搜寻王正堂，按赞加追踪，王叔叔交代的。
有两队的表情看起来大家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，非常的严谨，看起来全国的观众都在看。开赛不到两出局，线上直播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，对我们所渴望的10000人指日可待。还有9000，还有9000，继续分享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国旗方向的安打，打下了1分的打点。王叔叔果然是曼垒界的怪物啊！姜还是老的辣。好，打击轮到我们今天的第四棒，屏东大谷翔威。要求我要提人包啊！上进汽车如果能持续前两场的打击火力，其实夏绿蒂会陷入苦战。没这么好打了，没有啊，那么好打。而且从8强开始，看到夏绿蒂的打击火力，其实有点熄火的感觉，不像上进汽车这么猛烈啊。对，大概都是低空掠过了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中外野方向，挂网，这是一个挂网的安打，挂在网上，可能受到现场雨势的影响，这一球可能就没有出去了。如果不要下雨的话，可能会是一支全垒打。其实我一直在找明年的那个看板人物。看来那个九号的大谷翔威帮自己争取到了明年的看板人物，不少票。屏东大谷翔威，我们可以开放票选。现在打击顺序来到了第五棒的简明松。现场其实下着小雨哈，但是以后你球场的排水系统这些东西应该不算什么，但是已经听到可以听到哗啦啦的雨声了。对对对，开始越来越大了。这一球打击出去很高很高，中外野手已经掌握住这颗球了，回传回来啊，来不及阻止垒上的跑者先程推进。哇，突然下起了大雨哈，突然间下起了倾盆的大雨啊。这是经典赛每年的经典啊，总冠军赛一定要淋一点雨。看到这种雨势，不得不钦佩在现场打球的球员那股奋战的精神。对，雨势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手背跟打击啊。现在轮到打击的是背号36号许仁帆。现场的武器枪战，有几手？哎呀，来了，好啦，第一局就让你看到什么叫做热区。刚刚夏绿蒂在球场还不晓得哪里有地热，这里就是咻咻咻的热区，纵使现场下着大雨，它还是一样咻咻咻啊。对，如果夏绿蒂的休息室有人在看直播的话，告诉一下选手二垒区那边有地热。上京现在轮到的打者是第七棒林鸿勋。依经验来看，这个雨下不久了。好，又来了，又是方向的滚地球，一手接二手传二垒之后，抛给不畏的二垒手，攻杀了一垒往二垒跑的跑者，结束了一局上半上进汽车的进攻，3-0，暂时领先。
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冠军战来到了一局下半，轮到夏利蒂的进攻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夏利蒂的打击顺序。第一棒背号九号的黄正伟，第二棒背号七十一号的孙哲伟，第三棒背号六十六号的邱志祥，第四棒背号五十号的汪志伟，第五棒背号二十七号的李渊进，第六棒背号五号的詹义成，第七棒背号十号的陈明宪，第八棒背号四十五号的蔡志宇，第九棒背号二十四号的詹坤玉，第十棒背号九十七号的韦若凡。刚刚黄正伟打了一个中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中外野手稳稳的将球接在手套里，制造了第一个出局数。现在轮到第二棒，刚刚在乙球场击出再见安打的孙哲伟。你看上进的投手把这一个投手藏得很久哦，藏了两场，所以对上进来讲，他不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他是三大投手，他是伏兵，三大投手已经安排好了，他是已经设定好只投冠军战。我昨天应该是昨天晚上抽签抽好了，可能昨天大家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到底谁冠军战能够出赛。对，很快的来到了两人出局。轮到了第三棒邱志祥，邱志祥在刚刚对大联盟的比赛，在落后一分的情况下击出一个很关键的三分炮，在四局下半击出了一个三分炮，逆转了大联盟。可以透过镜头发现现场的雨势真的很大，但是现场看来已经有慢慢变小的趋势了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三垒方向的一个穿越安打。第三棒的邱志祥正利用这个安打站上了一垒。这几天、这两天的邱志祥的打击真的蛮火烫的，击球蛮扎实的。这一场雨会不会影响左右到冠军战的输赢？我们持续看下去。八强开始，四强其实夏利蒂的打线一直没有火起来，打得有点沉闷，没有办法像他们有那种爆发性的攻击，每一场都是低空掠过。下雨对投手的控球能力也是一大考验。
下这种雨对双方都是一种考验。四坏球保送。小绿地下位打者轮到背号27号的李渊进。这是个好球，打者没有出棒。你啊，你会发现夏绿蒂这几场比赛哦，非常珍惜他每一次的挥棒哦，每个人都很珍惜他们上场的机会，不轻易出棒。这球打击出去是个界内球，卡布比的界内球，也要得分了。在一垒上的跑者快马加鞭的奔回本垒，得到了一分。这球打得相当的漂亮，是个刚好落在线边的安打。再轮到第六棒，背号5号的廖晨。这球打击出去，左半边方向落地的安打。二垒的跑者绕过三垒，奔回了本垒，得到了第二分。现在比数3-2，夏绿蒂暂时落后一分。好，更正一下，现在是3-3的平手。长进汽车的总教练是当机立断喊了一次暂停，稳定一下投手的心情。打冠军赛难免都会有一点亢奋。飞球打击出去，外野的飞球，外野手似乎已经掌握到了，接杀出局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夏绿蒂的进攻，3-3，双方平手。好了，你跟我追死了。
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现在双方的教练有来要求大会先暂停个几分钟，让这个午后雷阵雨先过去。所以大会的裁判长已经召回了夏绿蒂的教练跟上进的教练。场地似乎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积水了哦，这种雨一定会积水了，但是这是午后雷阵雨，应该等一下就会变小。那我们持续的为你们把画面放在球场。现场的最新消息哈，刚刚上进汽车跟夏绿蒂的教练，他们协议，因为场地有点私密哈，所以大会决定让他们两队并列冠军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们会再直播颁奖典礼。我们等一下哈、会进行颁奖，我们等我们转播，我们录影哈，我们一下我们。